MVP 呢，选出来的就是今天的先发投手吴哲源。 MVP 给我们今天可以说是英语暂停了两次哦，非常辛苦的先发投手吴哲源，他们已经看着正前方的镜头，谢谢哲源辛苦了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成我们的摄影大哥。好，再来啊，班。